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elvin 谢家健。那我现在要进行的就是快问快答。最喜欢自己五官哪里？眼睛。包包里最不能没有什么？不能没有香水。喜欢喷香水的女生吗？喜欢。牵手习惯牵左手还是牵右手？左手右手都可以啊，右手吧。哎，不不，左手吧。哎，啊，对，巧巧喜欢在左边。哎，等等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赶快加入 Beauty 美人痣的粉丝网页，你就可以得到我的亲手签名的拍立得照片哦。还等什么？拜。